老杨快下来，你看这是啥？哼，这就是我买的惊喜啊！可不，这是真皮的毛毯哦，盖起来热乎得很哦。这还是真毛的呀？这毛要退了，你赶紧去烧点水。好吧。大家好，我上面我又来了。今天四百二买了一整张牛票，老杨非要拿来做个摊子。我说做干锅它不香吗？开干！一二三了，加上开水，再关点毛吗？水带味的很好管啊。说了这说寸草不生啊。这挂完就可以盖了。挂完就可以睡了。哦。哎呀，好累哦。你还笑吗？我来刮，看把你累的哟，我心疼的不行。少来吧你。好走。哎呀，天都黑了。我们吃好多分好多，剩下跟邻居分一下哈。很多都吹过牛哈，但是没吃过牛皮。阿哥，点火。要点开干。牛皮冷水下锅，葱姜、料酒、烧开小水，切点葱姜上锅火。切点青椒、芹菜根当配菜，干海椒一捧，花椒一把，20分钟以后拿出来，关掉油脂。哦，哇，好多油啊！这鱼拿来熬牛油，知道吧？吃火锅的就这个牛油火锅。哎，一关一层啊！掰成小块，切成丝丝，牛皮放到高压锅，放点香料，加入清水。高压锅上去要20分钟。阿哥，来，我给你买了好东西。这啥东西嘛？这个是料理机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个料理机炒菜、煎炸、煮火锅都可以。这个恐怕贵得很喽。不贵，阿哥，我是在德沃 APP 上买的。德沃上这种好看又实用的小家电啊，多得很。现在左下角还有双十一活动，很多人气款的限时半价，买起来特别的划算。那你吃完饭等会儿教我用一下。要得，压成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的劲道。烧油，下到川菜上爆香，放点豆瓣酱、干果酱、花椒、海椒。炒出干香，放配菜，下入牛皮，锅边淋入料酒，放入鸡精盐，把白糖调味，撒去孜然粉，再来点白芝麻，要得了，起锅。最后葱花收尾，就这个干锅牛皮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亲儿，要得很。二哥走了，不要耍你哦。哎呀，我走来哪都不耍你的。来，二哥先上这个，巴适的板。哎呀，你看你上好吗？二哥，红妹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呀、啊？他怀二胎了，在家里面休息嘞。那二哥要恭喜啊你哦。同喜同喜同喜。二哥吃了，不要客气啊。嗯，对对对。熬一手，对对对，阿妹，你这个牛皮之前吃条粉过，特别口弹哦。哎，二哥你诋毁我，你那么远过来，我一定吃条粉啊！我是郑州的牛皮，你开玩笑？对，这碗牛皮真到位了。包包什么？八十的板。哈喽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小付老师的观众们，我是阿妹，我们来点。八九个班，二哥，明儿晚上吃好的，要的。